小薇是我是妈的，我都是妈咪，难得哎，难得欢迎姐入境。可是我怕我来不及，这样会很好笑。你快开始，我再开始。啊，立刻按对，我全部先投完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哦。等一下，你先告诉我啦。我应该全部先投完，对不对？我看那个。瞎说啊，反正到时候这录音会消音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运那个吴东勋来带货，他说那个地址啊，到哪里我拿给他。现在。